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TV Beam，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庞八斗。 Happy New Year， 祝大家来年有一个丰盛的2023年。适逢我们这一期呢做一个2022年的回顾系列，多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今集呢就会是介绍我们过去的一年做过759的所有抵买推介，让大家可以一次过看完究竟过去一年我们在759找到什么抵买的推介呢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开始 Go！ 我们今天来到南丰广场，又发现到一间几大间的759亚索屋，这里的零食、杂货、冻肉类产品都很齐全，重要这一期又做新一轮的限时优惠，为了帮大家紧贴最新的行情，一起跟我们入来看看什么笋东西。看看这一排做热卖促销价的各款蜂蜜类茶饮，22元，好像有蜂蜜柚子茶、蜂蜜百香果茶、蜂蜜柠檬茶、蜂蜜桂圆红枣茶、蜂蜜蓝莓茶等等。这些蜂蜜果酱方便之处就是可以用来冲热水饮又得，加冰变冻饮又得，一年四季都啱饮啊！又是我最喜欢买的这一只 Pesto 通心粉 400g， 10元有两包，分别有通心粉、天使面、螺蛳粉、贝壳粉、长通粉，5元咁大包，真是非常之抵食啊！意大利榛子味威化饼19元两包，平均是9.5元一包。榛子味的食物或者饮品我都好喜欢，因为榛子的香味持久力非常之强，一直在口腔入面徘徊，非常之有满足感。日本松永给小朋友吃的饼干，21元有两件，分别有小酥饼、手指饼、芝士饼、小圆饼等等。还有一系列的茶饮，全部都是16.9元有两支。牛奶朱古力消化饼、黑朱古力饼都是29.9元有两件，超喜欢吃这一只有朱古力酱的消化饼啊，因为朱古力酱和消化饼的味道真的很夹的，非常之浓郁，又是我吃到停不到口的零食啊。莲藕天妇罗芥末味11.9元，天妇罗都有出包装零食，还要是芥末莲藕，真的要试试你什么料啊。不知道迟下会不会出天妇罗虾的包装零食呢？我第一个支持啊！日本姜烧酱油味薯片14.9元有两包，香蒜辛辣味薯片19.9元两包。其实现在的薯片呢味道层出不穷，真的很想知道产品设计师呢是怎样 brainstorm 想出来的。包装杂菜咖喱5包装39.9元，77折之后30元，平均都是6元一小包。这些咖喱杂菜加热就吃得，方便送饭，又可以煮少一个送啊。日本螺蛳粉小食热卖促销价5元，分别有芝士味、海盐味、忌廉洋葱味，又有这么多零食做得的，我又大出血了。英国杂锦果汁橡皮软糖19.9元两包，还有很多不同味道、不同形状、不同款式，哄小朋友就一定没问题啦。还有这只合味道杯装薯条9.9元，77折之后是7.6元咋，差不多就是一个逼级的价钱，分别有黑蒜油味、咖喱海鲜味、酱油猪骨汤味，真是几可乱真。你又喜欢吃面多一点定薯条多一点呢？亚信屋这里定期都有很多饮品买，好像这一款意大利果汁9.8元，77折之后就7.5元一支。另一只牌子8.8元，77折之后就6.7元一支。咁咧佢就话系 100% 果汁，健康得嚟，仲要系玻璃樽装。仲有另一只新奇士果汁饮品4元一罐，77折之后都系3元咋，分别有青提子汁、橙汁、
苹果汁，细细罐，咁就唔惊饮唔晒，3蚊非常之抵饮。挪威连皮三文鱼件100g 27.8，七七折之后咧系21.4左右。好多时候咧，三文鱼买咧一大包就已经有几件，有时唔想一次买太多，原来咧竟然系有一件一件咁买噶。咁你哋又 buy 唔 buy 咧？仲有我最爱嘅烧肉酱汁，26.5一支，七七折之后咧都系20蚊咋。我哋今日又途经759亚顺屋，见到佢呢期又搞紧一啲限时优惠，咁我哋梗系冇执书，入嚟睇下有啲咩平嘢抵嘢买啦。今日嚟到彩云商场呢一间759，原来都几大间噶，商品嘅款式都好齐全。其实有时屋邨嘅亚顺屋比起一啲商场嘅可能仲更大间，仲多嘢买。其实讲真，如果唔系有啲亲朋戚友住喺某啲屋邨，咁都真系冇乜几好会嚟行嘅。咁就等我哋嚟帮你直击一下啦。第十位，手拉阳春面，6.2，每一包有3个。相信大家成日听阳春面，其实你又知唔知道阳春面嘅典故？点解叫阳春面呢？原来以前的人农历10月咧嘅别称叫做小阳春，所以引申到阳春有十嘅意思。而阳春面啱啱上市嘅时候，价格就系10分钱一碗，所以当时嘅人咧就将10分钱一碗嘅光面叫做阳春面啦。取其10分，同埋农历10月都系有十嘅原因。咁而家大约咧2蚊就有一个阳春面啦。你哋又谂谂到可以叫咩名呢？而家嘅人通常到咗2月会谂到啲乜嘢啊？咁就梗系情人节啦。咁呢个面可以叫做情人面喎。第九位，山姜烤肉酱，特价20.4。经过呢几年嘅疫情，相信好多人都焗住，被逼练到一身好厨艺啦。最近咧又迷上咗做呢个日式或者韩式嘅烤肉。咁对于腌肉酱嚟讲，买啲调好咗嘅味道，咁做出嚟嘅烧肉就有質素嘅保证啦。而家仲做紧特价，全部都系20蚊一支，真系可以帮你悭翻好多时间同埋功夫，可以煮到一餐有水准嘅烤肉放题啦。第八位，地门嘅各款汤类，南瓜金笋汤、忌廉粟米汤。忌廉番茄汤同埋茄汁焗豆都系13.5，七七折之后咧系10蚊左右啫。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，最近金宝中嘅罐头汤静静鸡咁加咗价，就算特价咧都要13蚊一罐。以前特价嘅时候33蚊3罐都系11蚊左右。咁而家咧我哋咧就拣呢一款地门嘅平少少可以选择，咁大家咧又多一个选择。最方便嘅咧就系个汤底加少少蔬菜料落去再煲下，已经好够味道，健康又有益。第七位，固力果嘅百力滋，15.9两件，有朱古力味、蓝莓呢、这个极细版嘅朱古力、士多啤梨，平均都系8蚊一盒。中意食百力滋嘅朋友就记得要入手啦。它是一个可以乾手净脚的零食，有时候在公司想开薯片来吃，又怕弄到成手都是又要洗手这样。那吃百力滋最好就是又不怕吃到周围都是，又可以很有仪态感，个嘴不用抹到这么大嘛，真是为食淑女的恩物啊。第六位，亚顺屋海鲜杂锦，19.9，七七折之后是15.3。这些杂锦海鲜最方便的就是做什么菜式都是这么百搭，煮咖喱又得，小炒黄又可以，汤粉面又可以落，连海鲜炒饭都得。你看它的样子，这些海鲜还很大粒，不像有些杂锦海鲜粒超迷你，炒一炒缩了水之后都找不到它，所以这个折了之后15蚊一包都值得推介给大家。第五位，
为面豉汤十个九，七七折之后咧就八个三，仲有两款蚬贝味十四个九有两件，一件都系七个半咋。之前喺 Daiso 十二蚊店咧见到，以为好平啦，十二蚊一包，原来亚信屋呢度系仲平到五六蚊啊，非常之抵。因为咧我都好中意用呢啲面豉汤做汤底，可以用嚟煮粉面又得，煮蚬啊滚汤咁样又得，蒸蛋都得噶，其实蒸鱼都好好味噶。佢又唔算系咧咸到超标嗰啲面豉汤嗰啲味道，淡淡地有啲调味已经都唔错，可以取代盐或者鸡粉嚟去做一啲调味。第四位亚信屋嘅白菜猪肉饺，韭菜猪肉饺24.9系两包，平均一包系12.5。哦，原来亚信屋咧都有出饺子嘅、哦，咁就梗系要试下啦。因为咧亚信屋出嘅食物咧都系会平少少，同埋质量都唔差嘅、哦。好似之前一直有食开嘅叉烧肠粉同埋糯米鸡咧，经常都会买嚟做早餐。有时候缺货咧都未必成日可以买得到，所以今次呢一款饺子仲揾特价，点都要买嚟试下啦。第三位各款嘅意粉酱420g 咁大樽都系13.5，十几蚊真系好抵、哦。最有几只味道，番茄菇菌酱味、意式番茄罗辣酱，仲有香辣风味添。加上咧，亚信屋呢度仲有好多其他意粉 pasta 嘅选择，真系轻轻松松就可以煮到一餐美味又简单嘅 pasta。配多一个西冷牛扒，加埋红酒，听翻首法国音乐，咁就可以约埋三五知己嚟享受一个食物嘅旅程，倾下讲下咁样，过一个法式浪漫之夜。第二位蜂蜜百香果茶，蜂蜜柚子茶，会员价系24.6。本人咧除咗中意饮茶之外，其实咧都好中意饮呢啲加热即冲嘅饮品。话晒出去餐厅可能饮一杯咧都要几十蚊嘅，而家系24蚊一樽，一樽咧就分分钟可以冲到几十杯，性价比真系超高。所以当你喺工作好攰嘅时候，温书温到脑闭塞嘅时候，做家务做到想唞下嘅时候，冲快杯热饮真系可以帮你舒缓到疲劳。插满电之后咧，又可以继续出发啦。第一位韩式关东煮肉饼，系鱼肉啊，唔系肉饼。紫菜海草鱼饼、辣椒鱼饼、牛油蒜味扇贝鱼饼，28.9系两件，即系平均一包咧系14蚊左右，就有三大片啊。平时食开啲鱼蛋啊、肠仔啊嘅你，有时惯性咧就系会系咁买系咁食，但其实市面上咧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鱼片啊、鱼饼咁样都好好味噶。好似呢啲关东煮嘅款式，配埋日式嘅煎鱼汁嚟煮咧就最正啦，加埋啱啱嗰个阳春面咧就最百搭啦，咁就可以嚟翻个 crossover fusion 中日韩面食啦。睇翻我哋今日行彩云村呢一间759咧，的确系比起好多商场嘅咧又大间啲，同埋商品嘅种类咧又更加多，咁就啱晒我哋呢啲中意行街 shopping， 行得嚟又满足又 happy 啦。其实除咗759之外咧，彩云呢一度咧仲有间好大间嘅 Daiso 十二蚊店、街宝、民生等等。其实咧，除咗啲大型商场之外，有时行下呢啲屋邨商场咧，都会发现到好多新惊喜噶。呢度嘅冻柜咧都有好多选择啊，好似咧呢一个波波嘅芝士条，我都系冇喺其他分店见过噶。39.9，七七折之后咧30蚊，分别有原味同埋黑胡椒蒜味芝士条。有气炸锅或者焗炉嘅朋友咧就好方便啦，焗翻热佢咧就已经可以食得，又系芝士油可以食嘅新嘢啦。太平洋酱拔蚌肉50.9，
七折之后咧39蚊，仲有咧五条咁多、哦。切片之后咧，仲可以用嚟打边炉，啱晒而家秋冬可以大家围炉取暖啊！759亚信屋嘅烟腩片34.5，77折之后咧系26.5咋。最近咧睇紧一啲生酮饮食嘅理论。原来咧，摄取一啲高脂肪嘅食物咧，减少吸收啲碳水化合物，更加容易达到减肥嘅效果。因为令到身体咧首先燃烧脂肪，而唔系燃烧碳水化合物。相信我而家咁短时间咧都未必解释得清楚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在网上面搜寻有关生酮饮食嘅理论。等我买一包翻嚟燃烧下啲脂肪先。仲有亚信屋自家品牌嘅呢款饺子，24.8两件，平均系12.4一包咋。呢一款咧好特别嘅味道咧，系鳕鱼味，同埋绿色嘅蔬菜饺子。想食翻经典味道嘅咧，可以拣呢一包普通嘅白菜猪肉饺。韩国新子捞面17.9，77折之后咧13.7，见到咧各大超市咧正价都系卖紧18蚊。咁呢一度咧77折之后咧就13.几咋，仲要期间限定，梗系要买嚟试下啦。韩国不倒翁嘅牛肉咖喱分别有小辣同埋大辣，都系12.9，77折之后咧就系9.9。呢一只品牌嘅 pizza 咧，大家都应该捧过场，咖喱咧就未试过、哦，可以一试大辣。呢一只 pesto 嘅 pasta 咧都几抵食，最平咧买过3.几都试过。不过而家咧10蚊两包都算系抵啦，有齐晒通粉、长通粉、螺蛳粉、蚬壳粉、意粉、天使面、日本海草蒟蒻丝同埋全块口切8.9，77折之后咧就8.14。呢一款蒟蒻丝仲可以咧煮嚟当粉面食，口感非常之特别。仲有好多款咧，呢一只酱300嘅马来西亚酱汁25蚊，77折之后咧都系19.2，真系有好多款噶嗱，好似有呢个炸鸡酱、海南鸡饭酱、凉野咖喱喇沙酱、森巴酱等等，自己咧喺屋企都可以轻松煮到马来西亚菜。我自己平时都好中意买呢只酱料噶，价钱平又多选择。亚信屋自己咧都有出龟苓膏，8蚊一罐，77折之后咧就6.2。而家入秋之后，多咗郊游 BBQ， 都要买定几樽喺屋企看门口啦。分别咧有3种口味嘅虾饼，25.9有两包，平均系13蚊一包。分别有香辣味、原味同埋粟米浓汤味。睇呢个包装盒咧，仲以为系啤酒味嘅芝士饼啊！15.9一盒，77折之后咧12.2，原来咧都系包装设计嚟嘅。粉红色咧呢款系黑椒卡门白芝士，蓝色呢款咧就系龙口车打芝士，进子味威化饼19.9两件啊！我又等到你有特价啦！咁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食榛子味嘅呢一款，其余嘅咧仲有柠檬味、云尼拿味同埋朱古力味。呢一款咧日本嘅杂果啫喱15.9有两个，平均咧系8蚊一个。呢、这个优惠经常都系做紧嘅啦，呢、这个价，但系每一次咧都会俾佢啲色彩缤纷嘅杂果咧吸引住啊！牛油果忌廉芝士味粟米脆19.9两包。又牛油果又忌廉又芝士咁，听到都觉得 creamy 啊！相信咧又会迷到一班芝士迷啦。呢、这个包装咧咁靓嘅蜂蜜牛油薯片18.9两包，完全系用嚟氹小朋友嘅设计啊！最近咧都见到咧759多咗一啲欧美品牌嘅糖果啊，好似呢一款夹心糖16.8，77折之后咧13蚊。有士多啤梨味、柠檬苹果味等等，嚟自日本呢个味道嘅爆谷咧，25.9有两包，平均系13蚊一包，真系有好多味道、哦。蜜糖、牛油焦糖、朱古力焦糖、蜂糖、抹茶牛奶、草莓等等。
仲有我最爱嘅薯片口味系 pizza 味薯片啊！而呢一款咧，仲要系期间限定嘅辛辣味，14.9七七折之后咧系11.4。娱乐饮品三包装29.9系两 pack， 分别有香蕉味、士多啤梨味同埋原味。德国嘅小麦黑啤酒、白啤酒21蚊系有三罐，平均咧系7蚊一罐，用嚟配搭德国猪手咧就最夹啦。西班牙产地嘅辣肉肠片65蚊两包，风干火腿咧都系65.9有两包。花王嘅除菌除臭洗碗液240ml。27.9咧有两支，平均14蚊一支，仲有几款味道，好似有柠檬、绿茶同埋橙味。狮王嘅消臭香薰柔顺剂540ml 系39.9有两支，即系平均20蚊一支咋。第十位红宝宝抗菌柔顺剂1200ml， 1400ml 56.9有两款喎。七七折之后咧系43.8咋，正价我哋见到坊间咧都卖紧60几蚊，而家咧又话乜菌乜菌要消毒抗菌，咁又点少得洗衫啊？出完街嘅衫日日都要洗，点都要落翻呢啲抗菌又柔顺剂嘅成分。呢一只柔顺剂声称48小时全天候抗菌同埋消臭，严选呢个柔软成分，无添加香料，全家都啱用。婴儿幼童的衣服都可以用，适合室内晒衣，潮湿的天气在室内晾衫都不会有噏味。第九位日本野菜家族儿童米饼18.9，七七折之后是14.5咋。除了大人之外，小朋友都要吃零食的。坊间一般买儿童零食都会比较贵，现在你就有个便宜的选择了。咁呢一啲儿童米饼咧，冇乜味道，又话添加咗好多营养成分，最啱你嘅小朋友用嚟咬下牙仔，等你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安静一阵啦。第八位，台湾红玉红茶珍珠奶茶，同埋原味乌龙珍�珠奶茶，都系50.5，七七折之后咧就系38蚊嘅。未试过，但系见到个包装咧，即刻劲想买嚟饮啊！因为我本身都很喜欢喝珍珠奶茶，以前每一次出街都会买回杯来喝，自从要戴口罩之后就少了很多了，现在可以自己在家冲珍珠奶茶，那就当然要买回来试一下，下次再报告给大家听正不正先。第七位759品牌的三角茶包26.8，分别有原米绿茶、煎茶同埋红茶，七七折之后咧就20蚊，有15包。除咗珍珠奶茶之外，其实我对茶类嘅饮品咧都系情有独钟嘅。三个茶包都系我中意买嘅款式，因为茶味咧比较香浓，冲多几次咧都仲好有味道。其他牌子嘅三个茶包都系比较贵，而家20蚊有15个都好抵饮。第六位，焦糖爆谷13.9，七七折之后10.7。爆谷咧真系同睇戏咧系绝配啊！成日喺屋企做啲乜肚，梗系煲下剧、睇下电影、扫下 YouTube 咁样啦。喺呢个时候咧，你就好需要佢啦，一手一粒，一口一粒，真系有如置身戏院一样啊！讲开戏院咧，早前见到好多贺岁片咧都想睇，但系戏院唔开，根本就上唔到画，咁点算呢？迟啲开翻，又冇晒新年气氛，唔通等下年先上咩？到时咧又过晒期啦，真系可怜一班电影人，呕心沥血做出嚟嘅成果面唔到世，真系非常之可惜。第五位，日本即食碗装红豆年糕汤12.9，七七折之后咧系9.9。香港人呢段时间真系经历咗好多，有时真系想苦中一点甜。吃翻少少呢啲甜品，再加埋咁可爱 Q 弹嘅年糕，真系食完心情都会好翻好多。时刻保持正能量嘅心情，好快就会撑过去噶啦。第
第四位马卡龙小食，20.9，七七字之后咧16蚊。咁多款呢啲小食，系时候咧要入定啲做存货啦。呢、这个马卡龙 B B 咧都好可爱、哦，见到心情都会好翻好多。话晒嚟紧又咁糟又剩咁样，有时口淡淡，拿起手上嚟有块饼食下都好啊。仲有呢啲迷你版嘅 Oreo， 一口一件咧就啱啱好啦。第三位挪威鳕鱼件500g 74.8，七七折之后咧57蚊。呢啲急冻嘅鳕鱼柳咧，我都中意放定一包喺屋企，因为方便一蒸一煎一焗都食得，落少少盐咧吊下味就够啦。鳕鱼柳嘅营养价值咧都好高，包括有维生素 A、D、钙、磷、钠、DHA 等等，对心血管系统都有好好嘅保护作用。第二位蟹香蚕豆，盐味之豆，红烤紫薯花生，蟹香瓜子仁，8蚊，七七折之后咧就系6蚊嘅。虽然呢啲香口嘅食物真系比较热气，但系地地都喺屋企 work from home， 真系食多咗好多零食。而呢啲香口嘅嘢咧，夹啤酒咧真系绝配啊！细细包又有唔同嘅味道。最重要咧，6蚊真系又平又好味，性价比非常之高，所以都系我经常入货之一。不过假设如果你真系 feel 到有喉咙痛啊，有啲咁样就要即刻停食啦。第一位全麦蛋饼皮同埋香葱蛋饼皮都系24.9，有两件，一包有5块。买定呢一啲鸡蛋皮都几方便，煎一煎佢就食得，可以夹好多唔同种类嘅食物。好似鸡蛋生菜芝士，或者一啲生果忌廉雪糕咁样，中意肉类又可以夹咸牛肉芝士或者午餐肉，真系未食都已经流晒口水啦！突然之间谂翻起去台湾旅行食嘅蛋饼，真系好怀念啊！相信香港人已经习惯咗2年都冇得去旅行，有时候都要靠住食翻一啲食过嘅食物，都可以望梅止渴一番啦！希望在明天啊！大家咧所见，其实市面上仲有好多嘢食买噶，所以咧切忌恐慌，唔使一次过买太大量嘅物资，最多预少少，可能有机会会有短时间嘅禁足，唔系放到过晒期又有机会造成浪费噶啦。日本 AGF 即冲末茶牛奶绿包装21.9，七七折之后咧系16.8。咁佢呢个品牌仲有即冲牛奶咖啡白包装，法式牛奶咖啡都系白包装，焦糖牛奶咖啡都系白包装，可可牛奶咧就系绿包装，全部都系16.8。同一个牌子仲有龙口系列，龙口牛奶抹茶绿包装25.9，七七折之后都系19.9咋，咁都一样啦。佢其实咧仲有其他龙口口味嘅咖啡。其实咧都几中意亚信屋呢度咧，经常会采购一啲世界各地，特别系日本、台湾嘅高质零食同埋饮料产品，仲要系以一个低价发售，咁样我哋先可以用一个优惠价试到更多嘅好嘢。呢、这个亚信屋牌子嘅茉莉花茶咧，终于俾我揾到啦，揾咗几个月啦，仲要唔系间间分店都有，正价26.8，七七折之后系20.6，有15个、3个茶包。因为呢一只3个茶包咧，个茶味特别香，冲多2-3次咧，仲有茉莉花香味。咁佢其他味道好似原米绿茶、煎茶、铁观音红茶。咁我都有试过佢嘅原米绿茶，味道都系好香浓嘅，推介俾各位中意饮茶嘅朋友。再嚟睇下呢啲两件价嘅零食先。这个是同星的车打芝士脆片，蒜香海老味和松露盐味都是16.9两件，平均一件是8.4的。日本果干系列，宫崎柚子皮、柠檬片、芒果干，正价是12.9，七七折之后是9.8。而家夏天可以代订一包呢啲生果干喺个袋度，嚼下啲生果干咧都可以帮下你消暑解渴。
日本人户黑芝麻粉同埋黑芝麻粒正价咧系14.9，七七折之后咧系11.4。呢个亚信屋品牌出嘅猪肉烧卖第一次见，正价要52.5，七七折之后都40蚊。咁我一包咧有12粒，平均一粒系3.3，相对亚信屋嘅品牌好似比较贵咗少少。咁佢抵唔抵食，就要睇下佢好唔好食啦。呢、这个特级德式咸猪手51.9两件，平均一件系26蚊咋，好似几抵食喎，咁大件。咁佢写住咧，请烹调熟制后食用，咁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嘅喜好，可以煮黑椒咸猪手、南乳炆猪手或者酒酿醉猪手都得啦。加拿大多春鱼200g 21.9，七七折之后咧16.8。发现咧而家好多超市嘅多春鱼咧都静鸡鸡咁样加咗价，咁我觉得呢度嘅价格都算合理。咁呢度咧除咗好多日本面之外咧，都有好多台湾制造嘅选择。虽然嘅价格咧都唔系话好平，但系味道都几特别，可以介绍俾大家睇下。花雕酸菜牛肉面三包装67.9，七七折之后系52蚊。仲有一个米酒麻油鸡面，都系七七折之后52蚊。面摊酒炖排骨风味汤面46.9，七七折之后咧36蚊，一 pack 有5包。仲有另一款椒葱纯酿乌醋风味干面，哇！听佢个名好似酸酸地，好开胃咁。呢一款有兴趣买一包试一下先，一样咧都系36蚊5包。发现新大陆啊，姊妹们留意啊，56.9两 pack， 每 pack 有2包，每包又有18片21cm。简单啲嚟讲，即系56.8系有72片啊，即系平均一片系8毫子都唔使，超抵啊！实测试用过都唔错，嗯，哈哈哈哈。丝皇烧臭香薰油顺剂42.9两件，平均一件咧21蚊。佢仲有一只花香味，同埋另一款抗菌特浓，咁梗系要抗菌特浓同埋花香味啦。特强厨房去污剂15.9两支，平均一支8蚊，有薄荷味同埋香橙味。呢只日本小林製藥嘅芳香咗咧，一定要買喎，26.9兩件好抵喎，平均一個都係13.5，分別有 BB 爽身粉、法式雲尼拿同埋海洋花香，哇！3款都想要啊，有冇3件價？庞氏蛋肌卸妆洗颜泡泡32.9，七七折之后25蚊。仲有另一款去角质卸妆泡泡都系25蚊。仲有呢期咧最新见到嘅芝庄牛奶咖啡抹茶牛奶14.9，七七折之后咧都系11.5。想试新嘢嘅朋友又有多个选择啦。最近咧，香港嘅天气冲破100几年嚟嘅高度，我谂咧好多人嘅活动都转咗去室内，行下商场，叹下冷气咁，其实都系好事嚟嘅。大家集中晒喺商场或者一个点嚟叹冷气，咁就可以减少喺屋企开冷气，环保啲，对地球都好啲，地球暖化都冇咁快啦。如果唔系，香港就嚟会冇冬天噶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频道，带你哋搜罗身边有啲咩抵玩、抵食、抵买嘅嘢，可以订阅我哋，揿埋隔篱嘅钟仔抢先看，跟贴住我哋最新嘅情报啦。仲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嘅资讯俾你嘅亲朋好友啊！
大家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G， 咁就可以一箭双雕，同步收到我哋最新嘅资讯啦。多谢，拜拜。咁呢一间咧嘅急冻食品咧，冻肉类咧都有好多噶。咁我哋行入嚟呢个圈圈度睇下先。巴西猪腩仔肉有皮冇骨啊，68蚊一件啊！呢个已经系热卖促销价啦，即系用嚟整烧肉噶。咁佢个冻柜上面咧都有咧无数款嘅公仔面啊、粉面啊咁样噶。咁呢一个咧，日本日清拉面。北海道拉麵啊，雜火味真味，同埋另一款藍色嘅鹽味啊，原價係36.9，七折之後咧26蚊。咁佢係有五包裝嘅，仲有呢一款馬來西亞嘅香辣蝦湯麵啦、啊，白咖喱湯麵啦、啊，33.9啊，七折之後咧係24蚊咋。咁呢一款咧係有四包裝嘅。哇！呢一只澳洲和牛汉堡同埋芝士汉堡咧，100蚊系有三块啊！呢一款咧用嚟煎扒做汉堡咧，真系非常之满足噶。平均咧系33蚊一块。Presto 嘅通心粉咧，佢分别有天使面啊、螺蛳粉、长通粉等等咧，10蚊两包。龙口粉丝啊，300g 一包，原价12蚊，七折咗之后咧系8.4咋，都几大包嘅、啊。意大利有气矿泉水6支装，原价咧系52.8，七折之后咧系37蚊咋，系有6支噶。我哋咧再转身过嚟睇下呢边咧都有好多冻柜、啊，冻肉类、啊，睇下啲咩特价先。26.5有两包嘅急冻青口肉。太平洋扇贝柱都是59.9两件，即是平均30蚊一包啦，都几大包喎、啊，细细粒用嚟炒菜都几方便啊！呢啲仲有急冻嘅蚬肉200g，20.9系直送公价，即系七折之后咧系15蚊一包咋。韩式嘅猪肉饺子咧原价21.8，七折之后咧15蚊一包咋。仲要系呢个不倒翁牌子啊，仲有其他味道选择添。呢一间咧都有好多韩式嘅食物啊，我发觉。仲有呢个慢煮鸡扒，哇，咁高级嘅鸡扒都有得慢煮，24.8系有三包，分别咧佢有原味同埋盐焗味嘅，即系平均8.几一包啫。咁开一包嚟送饭都几抵食。韩式紫菜海草鱼饼29.9系两件，平均系15蚊一包咋。呢啲咧用嚟做部队锅咧就好好味啦。咁佢仲有另一款咧就系辣味嘅辣椒鱼饼，都系29.9有两包嘅。咁佢呢度好多咧韩国个饺子咧，其他款式咧泡菜团肉圆大饺子同埋韭菜味咧45.9系两包。即是平均都是23蚊一包，是350g 嘅，又是另一款味道的韩国饺子啊，39.9咧系有两包，平均是20蚊一包咋。咁之前食过咧个味道都不错噶。韩式芝士热狗肠啊，58.8，400g 咁大包，跌咗之后咧系41蚊咋。哇，好吸引啊！焗一焗佢或者气炸锅就食得啦。仲有啊，最中意喺亚信屋买嘅披萨，原价36.8咧，七折咗之后系26蚊咋。仲有各款味道嘅日式火锅汤底，七折之后系23蚊咋。哇，咁多味道，每一只味道咧都买一包，今个冬天就可以随时都打边炉啦。亚信屋嘅乌冬啊，21.5咧系两 pack， 即系平均系10.几一包啫，一包咧一 pack 系有几多包啊？一 pack 有三包装啊，即系平均3.几一个乌冬。又系韩国不倒翁呢一个牌子嘅即食白饭啊，11.5原价，七折之后咧系8蚊，真系懒人必备啊！叮一叮就食得个白饭。哇，仲有好多唔同口味嘅咖啡咧 ，Blendy Stick 都系七折，
原价21.9，七折之后是15元，非常之抵啊！15元是有几多包啊？我哋睇下先，有8包噶，即系平均唔使2元一条啊！咦，呢一款好特别嘅咖啡、啊，原产地系香港，但系咧佢分别系有嚟自哥伦比亚啦、伊索比亚同埋卢旺达嘅咖啡挂耳包啊！咁佢一包咧系有6包装嘅。120元两件，平均60元一件，有6包装，即系平均10元一个呢个挂耳式嘅咖啡。呢一只咧亚信屋品牌嘅茶包咧，我都好中意买噶。咁佢有好多味道啦，原米绿茶、茉莉花茶、红茶、煎茶同埋铁观音。原价26.8，77折之后咧，即系18.几咋，又平咗成8元。咁呢度咧有几款台湾嘅新品推介。元气杂谷坚果饮，同埋呢个古早味面茶，原价49.9，7折之后咧系35元。仲有另一款呢个海苔昆布嘅燕麦咧，原价51.8，7折之后咧都系36元咋。咁样咧，冬天而家冲呢啲饮品嚟饮下咧，有时简简单单饮个热饮，都会非常之暖胃噶。好啦，我哋再见到呢个抗菌柔顺洗液薰衣草花味咧，30元一支咋。仲有另一款咧，绿色呢一个都系抗菌洗衣液，都系30元一支，750g 啊，折咗之后咧都几平哦。咁咧佢系750g 嘅。呢个白芝麻唔系间间759都见到喎。Made in Japan， 原价12.9，而家特价咧系9元一包。白芝麻、黑芝麻又点叫得黑芝麻呢？黑芝麻咧系14.9嘅原价，特价咧系10元一包。哇！我哋再行前少少睇下先，呢一度咧有呢个酱300咖喱喇沙浓缩火锅汤底啦，番茄浓缩火锅汤底同埋冬阴功火锅汤底，24元两件啊，平均12元一件。中意食辣嘅朋友咧，呢个冬阴功汤底就啱晒啦，用嚟打边炉啊，又可以正啊正啊！跟住咧，我哋又见到呢个粟米即冲粟米浓汤啊，12元两盒，仲有粒粒薯仔汤啊，咁佢一盒咧系有几多包呢？一盒系有3包噶，平均10元一盒。仲有一啲咧，日本嘅杯装浓汤啦，好似面包粒番茄蔬菜浓汤、南瓜味同埋杂菜味等等，21.9两件咧，即系平均11元一个，冲水加热焗一焗佢就饮得啦，又系冬天咧必备嘅凉物啊！我哋过嚟零食呢一边睇下又有啲咩特价啦。呢、這个盒装鱼仔饼咧，19.9有两盒，即系平均10元一盒。哇，辛辣味披萨味薯片啊，我最喜意吃的，好像这个呢未见过、啊、14.9原价，特价也是10.5一包。我都挺喜欢吃的这个零食紫菜天妇罗啊，它这一包呢杂锦海鲜味，33.9，7折之后呢24元。咁呢这里还有另一款麻辣味啊，都很吸引啊，7折之后是20.9。和歌山麦金 100% 果汁滋滋冰，20元是3件，都挺特别的、啊、这个，但是现在冻冰冰，大家还够不够胆吃滋滋冰呢？卡洛 B 杂坊鲨鱼薯片烟肉味，17.9是有2包，即是平均9元一包。鲨鱼薯片原来就是指它这个狗牙好像鲨鱼牙一样、啊、还有呢、这个芝士粟米圈啊，14.9一包，7折之后咧系10.5。仲有见到呢个好有圣诞节气氛嘅桃虾多脆幼薯圈，14.9咧系有2包，即系平均7.5一包。咁佢仲有另一只咧圣诞清爽盐味啊，明太子沙律牛肉味薯片，13.9两件，即系平均7元一包。我最中意食嘅明太子味嘅所有零食啊！哇，咁佢为咗呢个7折真係入咗好多货，大家睇啲箱多到呢都仲未可以上到架。Pinko 品客嘅薯片24.9係有2桶啊，即係平均12.5一桶。
好多味道啊，原味洋葱、烧烤芝士、薄饼同埋田园沙律味。佢呢个盒装嘅 design 咧都转咗好多款啦，越转越靓啊！波兰嘅牛奶朱古力12.5系有一条，总共系有5包装，呢啲用嚟氹小朋友就最开心啦。咁佢七折咗之后咧，系差唔多9元一排左右啦。哇！呢一只好似 Kinda 咁样嘅朱古力蛋角落生物。23.9，七折之后咧就系16.8，可以送俾小朋友做圣诞礼物。仲有呢一只 Melty Kiss 嘅特别版咧，好有圣诞节气氛啊！新登场啊，连价钱牌都仲未贴上去啊！婴儿加护湿纸巾都有圣诞版啊，60张一包咧，14.9，特价咧系14元一包，有红色同埋绿色嘅圣诞节主题。我哋行翻一开头咧，见到其实呢一家759系连生果都有得买噶。日本苹果13元一个，呢只系咪王林苹果嚟噶？仲有就系马来西亚嘅柚26元一个，同埋富士苹果6.5一个。咁咧佢呢度全部都系折实价嚟嘅，所以就冇得再七折噶啦，大家要留意翻啊！咁我哋今日就介绍咗好多七折嘅产品，同埋两件价、三件价等等等等嘅优惠俾大家，唔知道有冇啱你哋嘅心水呢？大家留意翻个优惠期系去到12月27日噶。如果想把握呢个七折嘅优惠咧，就可以喺呢几日嘅假期去睇下啦。咁我哋今日嘅介绍就嚟到呢一度，我哋嘅频道有你哋嘅支持，就嚟咧冲破50000订阅啦！多谢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除了收看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那我们有什么最新的资讯，你们就会即时收到通知的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